不知道一说起葛优，大家首先想到了他的什么作品？是《天下无贼》里面的黎叔，是《烈火金刚》里面的黄协军小队长，还是《让子弹飞》里面的马邦德？如果你们对他的印象是这些个角色的话，那你可能还真不了解葛优他这个人。我刚开始对他的了解呀，我觉得他也就是个爱插科打诨的二流笑星。可是后来我看到了一个老片儿，93年的电影《活着》，他在里面饰演富贵，看到他的这个形象，我才知道原来他还演过这样的片子呢，佩服佩服。葛优自己演的厉害，这跟他祖传可不无关系。他爹也是著名演员，都演过啥呀？说别的大家可能都不知道，咱们的童年记忆，当年的抗日神剧《小兵张嘎》里面龟田少佐，对对对，就是那个小胡子日本官，就是他爹演的，想没想起来？而且葛优可不像现在的那些小鲜肉明星一样，你就看他的长相吧，你们就说吧，这个人要是出名了，指定是凭着自己的真实实力，你们说是不是吧？哎，我这么说人家，我这是夸他呢还是贬他呢？没别的意思哈，咱葛优这个人吧，虽然是大腕明星，但是他可不像一般的现在所谓的那些大腕明星似的，每次都趾高气昂的走起路来舔胸叠肚的牛逼哄哄的。他这个人呢，为人平和，一般说话都是客客气气的，有话直说，他更善于聆听别人的说话，很少发表自己的意见，这也是他的聪明之处。当年冯小刚拍的手机指桑骂槐的影射人家崔永元，崔永元很生气啊，把手机剧组的人给撕了个遍，但是唯独没找葛优的麻烦。你就可以看出葛优这个人呢，是相当会做人了。葛优为什么这么会做人？这跟他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。葛优是1957年生人，所以咱们就算算呗，在文革的时候他也是上了初中的半大小子了。那个时候的他正好赶上上山下乡，被安排到了一个农村养猪，每天干的活啊，不外乎就是垒猪圈、扫猪圈、给猪喂食、给猪接生。他呀，干活的时候还能从中给自己找到乐子呢。比如他在干活的时候，一边干还一边叨叨：“你说你呢，你给别人吃一口行不行？别老顾着自己吃。哎，你多吃点，瞅你那德行，给你瘦的。”他就这样，啥苦都吃过，干了几年。这上山下乡回来以后啊，葛优就开始了自己的演艺之路了。他先后考过实验话剧团、青年艺术学院、国防科影文工团、峨眉电影制片厂、电影学院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折腾之后啊，怎么地了？大家猜猜，都失败了，一个都没考上。人家不是说他不会演，就是说他长得丑。不过最后像很多励志鸡汤故事一样，他凭着自己3年的养猪经验，跟他父亲的关系的关照下，靠着他喂猪的时候的亲身体验，表演了一段喂猪剧情。人家以前可是真干的这个呀，那还用说吗？表演的那是惟妙惟肖了。最后他以这个没有猪的无实物表演考上了全国总工会话剧团。虽然进了全总文工团呢，这日子呀也不好过。你葛优家有关系，其他进来的人家就没关系？人家也都是有关系的呀。葛优在这里啊一混呢就是10年，跑了10年的龙套，所以呀他对这些小人物是相当了解了。他并不是在演戏，他呀就是在演他自己。我觉得葛优他这一辈子演的最好的作品就是《活着》这个电影，这是你第几次看的时候都不会觉得无聊的电影。有些人评价说这是葛优跟巩俐拿命在演戏呀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这句话的深层次的含义。因为这部电影吧，它被列入中国十大禁片之一。为什么背景？我概括的就是主人公在旧时代的各个时期都活得还不错，可是到了解放后，新中国就开始活不下去了。你说这种片子不背景可就怪了。我对演戏的、唱歌的这帮人向来是无好感，因为戏子无情嘛。他们演戏演得这么好，那他背地里是个什么样的东西，谁知道啊？所以就凭这一部电影，我就佩服葛优这个人，他敢演，他就是好样的。这部片子是在1993年制作的，他难道不知道89年的事吗？哪个演员敢拿自己的演艺前途来演一个不知道挣不挣钱的不说，可是拍完了自己有可能被彻底封杀的电影呢？就像姜文当年在电影的台词里面说的似的，我要站着把钱挣了。像葛优这就属于站着把钱挣了的最好例子。所以现在你看他拍了很多烂片、商业片，并不是他没有那个水平、没有那个实力，人家在30年前就能拍出那么有深度、有思想的电影，难道现在还不敢30年前了吗？还不是为了挣钱没办法吗？是谁把这帮优秀的演员给逼到了这份呢？那还用我说吗？大家自己想吧。